表演，可是呢，我们今天的阵容是更加的庞大哦，不一样的啊。待会呢，我们今天是非常更加的卡哇伊的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在跟这个边呢，啊，来，啊，我们呢，请我们的专业边的同学来。还有我们大字报，大字报的同学来到这边来给我们的，不光不上，不上，还要大众看来。来，所以说呢，哦，我们今天的表演跟昨天是不一样，有不一样的哈，哦。所以说大家还是张开你的双眼哈，看看我们今天是怎么样一个不同的一个表演方式呢？那今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成员的，我们今天的成员里面当中呢。有我们有老气儿，哦，我们的胖气儿，我们的老公漂气儿，还有我们的帅气儿，啊，更特殊的就是我们从西藏啊。重金礼聘来的法郎出手，他不是红帽派的，也不是黑帽派的，他是隐居在山中的绿帽派的。还有呢，我们的哦，当中我们的一个乐器，我们的一种的乐器里面当中，我们有那个，我们的那个。这个摇手的哈，还有我们的贝斯手，还有我们的环保的一个乐器啊，我们的大力哥，我们的，哈哈哈哈哈，我们这次要表演给义工的哈，所以是朋友哈，所以我们是大家多次工们哈，去了才看到这个的哈，好。现在呢，就是请我啊，大家呢啊，张开我们的双眼，看我们的一个精心的表演，好，来，张开，不是。唱的时候呢太热烈，所以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
所以呢，你们就一句一句一句。不是不是，你们先一句一句。有时候是这样哈，表演呢，就是你要去那个从观众啊，就那个乐听者的那个角度，看他透过什么样方式呢，他才可以知道你们要表演的什么。所以我建议你们刚刚念的那一串，比如说一句一句一句念一遍，对不对？好，让大家知道，那么很清楚的。好，那么哎，你们在表演，不然有时候我这样很吃力，很吃力去听你们这一句是讲什么。那反正不是按口气的，反正就再一遍。那很多被你们吓到不敢喊，不好意思，喊十次按口，不好意思，十次，哎，好了，念念嘛，啊，好，那你们念的是什么？啊，一定到梦想。感恩你们这样念的，我们就知道，好，那你们在讲什么？好，所以以后我们就要有经验，就类似，就是要，好，就是你要唱之前，还是你要表演之前。你要清清楚楚的把你的口白很清楚的讲一遍啊，那如果有那么不清楚，你要解释一遍，然后呢，你要引导大家的这个心情、情绪跟感觉啊，进入一个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啊，这样来思维。对，你这样念我们就清楚多了。我们在啊该感动的时候会被人感动。